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小猪挂件。小的这个是四股牛奶棉，长度6厘米左右；大的是五股牛奶棉，长度在9厘米左右。这款小猪采用一体钩织，从嘴部开始钩到结束，不用缝合。下面我们开始钩织，环形起针，左手持线。钩针穿进线圈，将线钩出。钩一个锁针固定住线圈，再钩一个锁针作为第一圈起立针。起立针不算作针数。接着在圈里开始钩织6个短针。短针的钩法，钩针穿进线圈，将线钩出。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。一起带出2个线圈，第一个短针完成，继续钩织剩下5个短针。6针勾完后，收紧线圈。勾引拔，引拔针的勾法，钩针穿过第一个短针上的辫子，将线一次性勾出。第一圈结束，第二圈，锁一针。在第一针里钩织一个短针加针，就是2个短针，引拔的一针为第一针。接下来的每一针里都是钩织2个短针。第二圈加了6针，共钩织12个短针。12个短针完成后，同样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第二圈结束，第三圈锁一针。这一圈都是挑内侧一根线进行钩织，每针对应钩织一个短针。第三圈钩织12个短针，12个短针钩完后，挑整个辫子，钩引拔。第三圈结束，第四圈锁一针，按顺序每针对应钩织一个短针。共钩织12个短针。12个短针完成后，引拔。第五圈，锁一针。这一圈都是挑前半针钩织，靠近自己的这根线。第二针里各钩织一个短针。
第三针里加一针，勾两个短针。这样四针为一组，共勾至四组。第五圈加四针，共勾至16个短针。16个短针完成后，调整个辫子，勾引拔。第六圈锁一针，按顺序对应钩织三个短针。第四针里加一针，钩两个短针。这样为一组，共勾织四组。第六圈加四针，共勾织20个短针。20个短针完成后引拔。第七圈锁一针，第二针里各钩织一个短针。第三针加一针，钩两个短针。在之后两针里各钩织一个短针。这样为一组，共勾织四组。第七圈也是加四针，共勾织24个短针。24个短针完成后，引拔。第八圈锁一针，前三针里各勾一个短针。第四针里勾两个短针。共勾至六组。第八圈加六针，共勾30个短针。第九圈锁一针，按顺序先勾至10个短针。开始钩织耳朵部分，挑前面半根辫子，钩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长针，再钩一个长长针。钩针先绕线，挑前面一根线，将线钩出。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一次性钩出三个线圈。同一针里再钩一个长针，长针的钩法。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先合并前两个线圈，再钩剩下两个线圈，再钩一个长长针。长长针的钩法，钩针绕两次线，穿过针目将线钩出。钩针上有四个线圈，两个线圈依次合并。
再勾一个锁针。下一个前半针里勾织一个长长针。一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只耳朵占两个针目，接着挑整个针目，按顺序钩织六个短针。六个短针完成后，钩织另外一个耳朵，和第一个同样的钩法。然后再钩织十个短针。第十圈，锁一针，先钩两个短针，接下来钩前脚部分，挑前半根垫子，钩织一个爆米花针。爆米花针的钩法，同一针内先钩五个长针，五个长针完成后，钩针穿过第一个长针上的辫子，将线圈从后往前勾出，再勾一个锁针，一个爆米花针完成。接着再挑整个针目，按顺序勾七个短针。耳朵后面挑剩余半针，勾两个短针，接着再勾六个短针。同样，另外一只耳朵后，勾两个短针。再勾七个短针。接下来挑前半根辫子勾一个爆米花针，然后再勾剩余两个短针。引拔，
第十圈结束。第十一圈，锁一针，先勾两个短针，在爆米花针上勾一个短针，接下来七个短针，耳朵后面勾至两个短针，接着六个短针，另外一只耳朵背面两个短针，然后七个短针，爆米花针上一个短针，再勾剩下两个短针，第十一圈共勾至三十个短针，第十二至十七圈按顺序勾至三十个短针，接下来勾至第十八圈，锁一针，四个短针，后腿部分和前腿一致，挑前半根辫子勾一个爆米花针，然后二十三个短针，二十三个短针勾完后，勾一个爆米花针，再勾最后一个短针，引拔。第十八圈结束。第十九圈，先锁一针，对应钩至三个短针，然后挑第四、第五针，外面半根线，钩针先绕线，带出这两个线圈，然后再次绕线，勾一个短针，一个减针完成，这样隔三针减一针为一组，勾至六组。第十九圈减了六针，共勾至二十四个短针。第二十圈，锁一针，先勾两个短针，再勾一个减针，隔两针减一针，共勾六组。第二十圈减了六针，共勾至十八个短针。
第21圈，所以针。先勾一个短针，再勾一个减针。隔一针减一针，第21圈同样减6针，共勾至12个短针。第22圈，锁一针，调一二针，勾一个减针，继续勾至下一个减针。这一圈减了6针，共勾至6个短针。6个短针完成后，锁一针，留长线头。断线。挑辫子外面半根线，缝合，收紧。然后从中间的孔入针，勾8个锁针，在第二个辫子上勾引拔。这款小猪就完成了，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，再见。